美国家乡生活圈小，现在相亲总是遇到同一人。我阿嬷的妹妹，她就想要介绍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叫 Hannah。我说啊，那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就已经飞到台湾去了，五年后我才飞回去，见到我那个阿嬷的妹妹。她说，那你来我家，我跟 Hannah 一起过来吃饭。还在，这个人还在。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